被仔女激到好嬲嘅时候，家长应该点样做呢？我哋听下《当子女说你好烦》作者之一、突破辅导中心心理辅导员叶玉佩点样讲。咁咧，呢一个咧，其实就系最难嘅啦吓，就系咧家长佢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啊，面对仔女嘅时候吓，咁咧有啲嘅情况啦，譬如咧，佢觉得仔女冲撞自己嘅时候咧，就認為仔女是不尊重自己的嚇，或者亦都覺得咧死啦，佢咁樣樣係咪我唔識教佢咧？我一定要搞掂佢啦嚇，咁所以咧就會更加咧喺自己好情緒咧好嬲嘅時候咧，就更加要去管教個仔女嚇。但其實當我哋咧係好激氣嘅時候咧，係教唔到嘅嚇，所以咧我哋嘅建議咧就係、是。家長咧都必須咧係真係俾自己冷靜落嚟嚇，諗清楚咧，咁大家嘅情緒都係平和嘅時候咧，先至可以慢慢去管教。